哎，喉咙就开了。你怎么喝这么多呀？我没事，不用。我没事。你是和汪泽浩一起喝的吗？ Belong to， 让我好想吐。这个人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他抛弃了我，也不是他背叛了我，是我甩掉了这个人渣。他骗你了吗？他是不是骗你了？ 爸，爸，你把门开开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说了不该说的话。你要打要骂，你也先出来吃口东西嘛。 姐，小心点。叔叔，要不您先打开门出来，咱坐下来慢慢说，先吃口东西，行吗？咱们都挺着急的，好不好？咱们这次能不能不选择逃避了，就一次，可以吗？不就是想结婚吗？ 我们同意了，你结吧。你先把门打开。哎，叔叔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叔叔，你怎么了？快打电话！快扶进去，爸，我去，没事吧？ 我和你爸爸是多年的朋友了，上次他体检，脑子里查出一个肿瘤，虽然说是早期，但是按照道理还是应该住院接受治疗的，但是他一直不愿意，拖啊拖的就拖到现在。前几天他跟我说儿子回来了，还要再等几天，我就是担心啊，他这样一直拖下去，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。那我昨天约他见面呢，也就是为了这件事。 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我爸在村口见的就是您吧？是啊，脑子里有个肿瘤。我就知道他没有告诉你们，他现在啊一直是用药物在维系着治疗，可是根据今天的检查结果，他的病情加重了。医生，只要能治好他这个病，任何办法我们都配合。这个病呢？ 和叔叔说要结婚，应该是骗人的。他就是想用过去做错的事儿继续惩罚自己，所以故意气你们，想把你们逼走。都怪我，我误会了爸，对他说了这么重的话。 小玉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毕竟你之前也不知情，是不是？叔叔就是不想让你们有负担。哎呀，不要这么消极嘛！医生刚刚不是说了吗？这是早期，只要做了手术是可以恢复的。要是实在不行，咱们可以把叔叔接回上海，找最好的专家，是不是？啊？嗯。
小鱼，嗯，我和你哥在这就行了，你回去找点有没有什么叔叔能吃的。好，那我爸醒了喊我。哥，我先走了。谢谢。没事了啊。谢谢。对，是我。呀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有几天了。啊。我这是在医院，是你送我来的。这么说，你们都知道了。回去吧，我没事，我不需要你们来照顾我，走吧。生病了就好好治病，别逞强。我走过的那些事儿你都忘了吗？我不配你们来照顾我，我不是个好父亲，走吧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不提了。过去的事情不提就能抹去了吗？我欠你，欠小雨，欠你妈，欠这个家太多了。所以你生病了也不愿意来医院？你怎么那么自私？你如果要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你会让我们内疚一辈子，懂吗？我配不上，我真的配不上。有些错误一辈子都弥补不了，我真的不该骗你妈，可当时小雨还小。我要是不把他带回来，那他会怎么样？别说了，姐，我一直欠你一个道歉，憋了我心里十几年了。我要再不说，怕没机会了。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对不起。希望你好好生活，能像小时候那样笑，笑得那么灿烂。小虎是个好姑娘，你们要好好生活。
祝你们幸福。我再跟你商量，我也是在通知你。通知你。谢谢。还钱。买这么多酒干嘛呀？Surprise！ 鲜花、美食，还有女朋友，你更喜欢哪个？提前回来了，我惊喜都还没准备完呢。工作提前结束，当然提前回来。那也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吧。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哎呀，别吃泡面了，我准备了好多吃的，在冰箱里呢。那是你喜欢的，不是我喜欢的。那我可以给你点外卖啊。不用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？我可以让我爸给你少安排。能不能别这么多事？你怎么了？你是我男朋友啊。也可以不是。什么意思啊？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分手吧。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到底是什么样吗？就是现在这样。你以为我是真的喜欢你吗？你错了，我就是想征服你，想亲眼看到你这个高傲的公主在我面前落败的样子，也想把你之前那些看不起我的眼神通通都还给你。不过你看人倒蛮准的，我就是一个马屁精，接近你就是为了上位。不相信你说的，你知道我最痛恨背叛。背叛，拜托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玩一玩吧，干嘛要当真呢？玩？
我可以继续陪你玩，但是你要回去告诉你的父亲，将来咱俩结婚之后，恒瑞得给我，我可以继续。要是粉丝知道了怎么办？要是小熊知道了怎么办？这么丢人的事可不能让他知道。我回来了。嗯，怎么了？你口红怎么都擦外面了？我昨天晚上可能喝的有点猛，眼神不太好。31万我都给你要回来了，一分都不少。你找王子浩去了？嗯。谁让你去找他？谁让你管这事儿？不是，那人渣这么欺负你，我肯定得替你讨回来。你是我的谁呀？这件事我被骗了，我自作自受，谁让你替我出头的？你去找他，你是觉得我还不够丢人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非得让这个笑话搞得人尽皆知吗？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是一个大傻子？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吧。你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不讲求门第和家庭背景，这个我也赞成，可是我总想让我的女儿过得更好。陆总，请您相信我，会让妈妈过得更好，因为我爱她。你说你爱她，你有多爱她？ 我可以为了她付出一切。年轻人，爱一个人不是看你能够为他付出多少，而是看你能给他带来多少。你说你给他带来什么了？除了麻烦就是烦恼。你先听我说，皇室集团在收购唯一的时候就占据了很大比例的资金入股，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控股权，这还不算什么，恒瑞和皇室有着很多合作项目，两家已经是息息相关，不能分割。一旦皇室撤回资金和合作，结果你应该知道，你也应该了解曼曼的性子。她现在在唯一倾注的越多，以后为了你，她就会放弃的越多。如果你真的爱曼曼，我希望你为她考虑。
小心着凉，多穿一点。 蒋叔，买单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吃的满意吧？满意，特好吃。嘿，欢迎再来。好嘞，谢谢。好嘞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哎呦，又提电了。别怕，这小地方就这样，工电局一会儿会来检查线路的。哎，好的。那你路上小心。啊，好好好，我挑一个手电，行，谢谢您哈。慢走啊。嗯。哎，拜拜。别怕，我你干嘛啊？这边经常停电，担心你，所以出来找你。吓死我了！切，干嘛吓人？你很害怕吗？我很害怕，从小就怕黑。你不是女侠吗？哎呀，女侠也怕黑的呀。 好久没有感受过停电的感觉了，好像回到小时候一样。对，马上就要回去了，突然有一点舍不得。那你还会来吗？会啊，只要你邀请我，包玩包吃。
医生，我已经快两个月没来例假了，不会是闭经了吧？当然不会，恭喜你啊，你怀孕了。怀孕？嗯。啊，不是，医生，您可能忘了，我上次来的时候，您说我是卵巢早衰，很难怀孕的。那只是几率很小，不代表不能怀孕。医生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。流掉的话，那就真的很可能不再有孩子了。你还是想想再做决定吧。来了。你好，您的快递。林月达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把你的快递寄到我这儿来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是习惯了。那你在家的话，我一会儿过来拿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一会儿到门口保安那儿去拿，我会放到那儿去。还有，我警告你啊，我以后要再收到你的快递，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，我会直接扔掉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下次不会了，好吗？还有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算了，不用知道，挂了。羡慕真的，哎，孩子多了也不好，吵吵嚷嚷的，一会儿要这个，一会儿要那个，头大着呢。改天有时间哥几个再聚啊！哎，我要回去哄孩子。行，挂了。先生有好几个宝宝吧？三个呢。哎，闹腾着呢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挺幸福的呀，跟宝宝们哄哄就好了呀。哎，哥们儿。看咱俩差不多大，你也有孩子吧？你有没有什么带孩子的诀窍呀？我没孩子。总会有的嘛。哎，希望吧。你好。你好。有什么事吗？一会儿我有一个朋友会来取这个快递。好的。你叫老婆，你碰一下啊。你叫他。你叫到车没有？马上叫到了，马上叫到了，我这叫不到车了，我很想上车，怎么办？撑一下，老婆，撑一下，啊！哎，老婆，怎么了？我老婆可能快要生了，但是我叫不到车呀。哎，正好，啊，别打，快，她要生了，送她去医院。快上车吧。啊！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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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啊！老婆，想看医生，医生说到呼吸。
下，老婆。我坚持不了了，我马上到了，坚持一下，呼吸。都怪你，我说了我不生，我不生，你非要我生，痛死我了！我不是得罪了啊？呼吸，呼吸啊，呼吸！你看路啊，开快点。好，尽快。坚持住啊，老婆。啊，老公在呢。不好意思，难事止步，难事止步。坚持住啊，老婆。没事了，送进去就好了。啊。啊，谢谢啊，太感谢你们了。今天要没有你们帮助，我和我老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应该的。只要他们母子平安就好了啊！对，祝你们一切顺利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他一下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佳音，哎，佳音，医生，多吃点。曼曼，是不是身体不大舒服啊？曼曼，啊，你是不是太闷了？那周末就出去转转，别闷在家里啊。嗯。哎，老陆啊，干脆叫林青带他出去玩玩吧。不行，这段时间公司里事很多，要林青打理。这样吧，你让佳楠陪着去吧。对啊，妈，别麻烦人家林青了。我吃好了，你们吃吧。哎，曼曼，你还没吃几口呢。曼曼，哎，老陆，你这段时间公司里事很多，要林青打理。这样吧，你让佳楠陪着去吧。别人都说站在摩天轮下面只能仰望幸福，那就上去。幸福呢，不是用来仰望的，而是用来享受的。其实幸福离你不远。你是不是看上我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哪儿打哪儿了？装的，真的装，继续装，打死你！晚安，梦到我。晚安。爸爸。有事吗？想跟你聊聊。哦，好啊。哎呀，我们俩好长时间没有好好说过话了啊，来。不舒服啊？我给你按按吧。没有没有，老了就肩膀疼。哎呀，好，手有劲儿啊。爸，恒瑞最近怎么样啊？这些年来，恒瑞的步子迈的是有点大，资金一直吃紧，受经济危机的影响，一些项目也都失败了。好在我和你黄伯伯也算是世交，这些年相互扶持，他帮了我不少忙。这次如果不是他在背后支持啊，唯一的收购
不会搞得那么成功。慢慢啊，现在很多大项目实际上都是他在做我的资金担保，两家会困得越来越紧。这是深度合作吧？爸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深度合作是双刃剑，如果合作的好的话，那还好。可是，一旦一方出现问题，另一方也会被拖下水的。商场上总是这样的。不过呢，如果你和嘉南的事成了以后啊，我们两家就成了一家，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。这个大船啊，总比小船能够经历风浪啊。给我，这边，轻点，轻点啊。哎，曼曼啊，爸爸说的呢，你也不要误会哈，不要有什么压力。我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才撮合你和嘉南的，我真是打心眼里就认定嘉南。你看这孩子，有教养，有礼貌，人单纯，他没有坏心眼儿啊。而且他是打心眼里喜欢你，啊，比起那些遇到困难就退缩、没有责任、没有担当的人。那嘉南真是非常靠谱的呀！哎，来，曼曼啊，你现在是我和你妈唯一的牵挂，我总是想能够把最好的都给你。现在你自己肩上的责任你清楚，唯一的担子也都在你身上了，所以你要理解爸爸的心情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理解的。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任性的小女孩了，做什么决定我都会自己负责的。谢谢你的理解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幸福，这一点可能你现在还体会不到，过两年你就会觉得我们都在为你好。你醒了，哎，我给你倒杯水吧，啊！医生说你没什么事儿啊，就是有点低血糖，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，啊！雅姨，你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毕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这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？那我是孩子的父亲，除非你不要这个孩子，对吧？佳怡。你不打算要这个孩子了？我确实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要孩子，是你换了我的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太喜欢孩子了，好吗？我那个时候鬼迷心窍了，我跟你道歉了，好吗？我跟你道歉。可以接受你的道歉，我原谅你。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就这样吧。佳怡，佳怡，你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咱们能复婚吗？你相信我，肯定会对你好的，对孩子好的，真的。你给我个机会吧。